第七课，今天几号？请，请。问，问。今天，今天。号，号，月，月，星期，星期。请问今天几号？今天9月1号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请问今天几号？今天9月1号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请问今天几号？今天9月1号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9月1号，星期三。9月2号，星期四。8月31号，星期二。昨天，昨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昨天是几月几号？昨天是8月31号，星期二。明天呢？明天是9月2号，星期四。昨天是几月几号？昨天是8月31号，星期二。明天呢？明天是9月2号，星期四。昨天是几月几号？昨天是8月31号，星期二。明天呢？明天是9月2号，星期四。
我的汉语老师33岁。明天星期三，今天9月1号，去。学校，看，书。明天星期六，你去学校吗？我去学校。你去学校做什么？我去学校看书。明天星期六，你去学校吗？我去学校。你去学校做什么？我去学校看书。明天星期六，你去学校吗？我去学校。你去学校做什么？我去学校看书。我去中国学习汉语。我们去中国饭馆吃中国菜。我去学校看书。时间，银行，词典，蓝色，国家，楼房，苹果，环境。昨天，篮球，啤酒，寒假，明天，明年，牛奶，牛肉。年轻，长城，游泳，游戏，今天几号？